原子和演员全部都是新疆的各民族演员们呢，在第二个当中呢，为大家表演一段民族的舞蹈和歌曲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大家呢入乡随俗，在我们大马达特市在我们夜大剧院看节目的时候啊，因为舞台上的民族演员都鼓励的时候呢，我们除了我们去鼓掌呐喊之外啊，还需要用到新疆的几件民族的乐器声来给演员加油喝彩的，因此在每家乐迷选当中，上面为大家准备了新疆的几件民族乐器。首先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代表我们新疆器乐之声当中打击乐最精华的啊一件乐器，看着其貌不扬啊，但是力气又有大有小。然后啊，维吾尔族特别歌手打击歌手特别著名古老的打击乐器，演奏方式比较复杂啊，还像是有奏鸣的室内乐，但是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放松声音给演员加油。希望大家和我一样来，一只手闭上啊，另一只手放心的啊。轻轻的击打就会有这个人声的音色出现。第二件乐器呢，相当于新疆的快板，它也仅仅是属于我们维吾尔族的最古老的打击乐器，就是维吾尔族。一只手拿起来，简单一下，上下摆动，其实一点音都没有，可以听出。啊，最后一件呢是铃鼓，这件什么？铃鼓，西洋乐，拿上，把另一只手呢放击打，可以打节拍的同时，还可以活动筋骨，音色特别给大家。进行准备的，我希望所有来宾朋友们，入乡随俗啊！我现在开始给我们的演员们拿起手鼓，把它击鼓带动起来，彩排一下。此时此刻，拿起手鼓，把它一个乐器啊，来拿起来，放下手边，演奏起声乐来，您将健康十年、30年、100年，好，给他大声鼓掌！民族舞蹈，但是这个可能不是对大家来说比较陌生。一说我们维吾尔族都是小花帽啊，戴着小花帽啊。接下来的这个同事啊，也是我们本民族非常啊历史悠久的一个同事啊，与众不同啊，希望大家能够留意。好，我们老师手上再次来一个特别的经验，带动一下音乐，有请演员们鼓掌，谢谢，感谢。亲爱的朋友，丝路的风姿，巴尔巴姆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大好复兴的精品，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汇集了歌、诗、乐、舞、唱奏于一身的大型古典艺术。周兰是其中经典乐章之一，风格典雅优美，舞姿美完美化，维吾尔族女性的自信柔美和独特风韵，让人回味悠长，难以忘怀。Thank you.
之者。